请问师傅，博客留言板上秘书处回复说梦马供果放在汽车的座位上，那请问师傅，我们是否把供果放在后备箱里比较好呢？汽车的供果为什么要去放在座位上啊？对，放在汽车的座位上。为什么啦？好像脑残呐，脑洞大开呀，不太好。很简单了，根本不应该放在座位上的，这还不懂啊？那有后备箱不放，放在座位上干嘛啦？是是是。好了。那师傅，如果拿一个比较厚一点的布袋子，可以放在座位上吗？还是你必须得放在后备箱里啊？这样吧，我要举一个例子给你说说吧，好吧？好，举个例子好吧？我们不要说了，恶心吧？做一个像马桶一样的碗，很干净的，从来没用过马桶，你来吃啊？你把饭倒在里面吃啊？是是是。好了，听不懂啊？听懂，听懂了，感恩师傅开始。